海賊王になる男だ。雷鳴発見。是出发的吗？啊，延迟出发的吗？他这一技能触发彗星。哎呀，哎呦，好痛哦！哎呀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多兰，带着多兰这个逼，那你这样很缺蓝，我看你待会怎么跟我倒，还带着引燃哦。杀不了啊，没学 Q 啊。配不到这个头，哎呦，好气。妈的，好气！主播一天到晚玩的英雄比较少，不会腻吗？不会不会，别人一天只玩一个英雄都不会腻，是吧？很少吗？狗头、石头、虫子、舵手、盖伦、贾克斯、船长、俄洛伊、天使，还有什么？船长蛮王，塞拉斯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王子偶尔也会玩哦。这都没死啊！啊！我 A 他那一下的话，我就E不到他了。哇！那你死了呀？哎，我被动没贴。
阿木木，对，上单阿木木也好久没玩了。跟石头人盖伦一样啊，处于这种最最简单的类型的了。现在发现 A 三下再 Q 一下哦，然后他被动就没了。这样改的话，怎么打上单吧？完全变成一个辅助了哦，跟宝石一样，以前还会玩宝石上单，我还拿过五杀呢，我的宝石上单。打了牌子你会理我吗，狗狗？哎，我两个都想杀，但是看到这个双 buff 的啊，肯定是优先杀这个双 buff。再打跳风龙，大招 CD 更短。哇，从上一天开始白嫖我的呢啊，开了整整一年了啊，这个马上就要2020年了，点个订阅呗，嗯，谢谢你们啊。看了整整一年了啊，那么马上都2020年了，你还不点个订阅？在哪里看？在那个手机好像能看哦。电脑我不知道能不能看，没了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订阅，感谢。爱心大招好了这么快，我大招也快好了。